Hello， 大家好，请。那么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猫咪大怪盗啦。那这边的话，猫咪大怪盗这一次蛮特别的，这个跨年的这个特卖，然后里面的话竟然也有这个白金券哎，你们看到？那边花2190块就会有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猫咪大怪盗的这个白金券了。那大家这一次会买吗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，还蛮特别的。我第一次忘记之前有没有拍过了啦，我忘记就是我之前有没有拍过就是那个自由戏的白金券。不过还是第一次，就是回过之后才看到有这个东西，还蛮酷炫的。然后里面的话，这边还有这个10张金券跟这个1900个这个罐头，大家如果想要就是过一个好年的话呢，应该是可以来看看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猫罐头，然后里面有一个金色的这种感觉的这个装饰，这应该是袋子而已啦，好不好？最赚的应该还是这个2190块的这个白金券的这个礼包，好不好？帅到一个不行，好不好？帅到一个不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来就是抽一下哦。那大家如果会买这个礼包的话，也可以跟自己分享一下抽到哪些好猫，因为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款游戏的话呢，猫猫感觉就还蛮够用的。就是说真的，就是我们目前来说抽到的这几只啊，就是能力上面来说，只要有那个变身啊，或是能够干嘛的那些，都还算蛮不错的。那所以说，我觉得比较需要的可能还是陷阱啊，或是我们的一些就是那个需要一些陷阱，或是我们的那个衣服的这个强化吧，感觉是这样。好，我这边就继续把我这个罐头大阵给它拉拔起来啊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那现在来说，因为我们每一次就是上线在偷的时候啊，这个分数都降得蛮快的。然后不偷的时候呢，分数也是被降得蛮快的，因为我们的陷阱还没有到，就是真的那么厉害了，所以就比较偏尴尬这样子啊，就是慢慢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再多偷个几轮，然后顺利把这个胜利带回家这样感觉了哦。拜托拜托，来啦！哇，我觉得这个是尖刺大阵的，你们怎么看？这应该是把我弄到一个那个脚底被戳烂吧，感觉是，你看吗？完全完美的就是一个尖刺大阵了，各位，完美无缺尖刺大阵。好，那就往这边走了，先被捅一下，哦，434，痛啊歪歪了，看一下这个，拜托，这真的还假的？问号啊，哦，那就是这个了，嘿哈，运气还不错啊，各位，你的运气还算不错，好，那就直接往左走，直接顺利带走。哦，但是这个真的好痛哦！哦，每一次都400多，400多这样弄下去，真的是会动位掉。我觉得他应该如果要用这个阵型的话，他应该是要放在就是在旁边一点点，然后中间就是格子放的，就是比较零散一点，让人家找不到就是那个找不到我们那个就是陷阱，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拖到这个时间感觉啦，哦。那个阵型感觉就是把你干劲用到一个爆炸的那种感觉的这个阵型哦。来，没问题 ，Go Go Go！ 这边的话呢，哇，这边是个鸟鸟，鸟鸟的话，我待会哇，慢速硬币，哦哟，它这个慢速硬币也是296，也是痛爱歪歪。我刚才已经看到那只狗仔是面向右边的，但它站在右边，所以我这边的话应该是下去，然后往左边走哦。哇，又是一个硬币，啊，往左边走。哦，这边电网哦，电网的话呢，先往左边走，看一下这狗仔啊，狗仔，然后往下走，然后这边应该就是宝箱了啊！我的爸，没有宝箱哎、欸，那这边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的爸，哎呦，我靠，哎、欸、我被迷魂战法弄到一个爆炸了，各位。哇嘞！我靠，完了！哇，这个迷魂战法，宝箱在哪里？完全不知道。哎，这很厉害，这真的很厉害。这个，我原本把那个宝箱预设的那个位置啊，全都扑了一个空啊，各位。这是很厉害呢，我觉得这是很厉害呢。完蛋了，厉害到一个不行啊！哇哩嘞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好、哦、这边。下面，哦，这边有一个宝箱，但应该1000000不是这个啦，好不好？1000000不是这个，就是这个了。好，先一样，先来看一波哈。这边往下走，再往下走。好，这边有一个企鹅，下面铁定会有狗仔，然后香蕉，这边应该两只都吃到了哦。对，这边应该是哇一堆狗仔哦，我觉得。对，这边应该是一堆狗仔区，啊，往右边走，
果然有一只在睡觉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这个啦，应该是这个。等等，好，哇，错的，哇哩嘞嘞嘞嘞嘞嘞嘞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来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那么的阴险狡诈，各位，来，难道是这个？百分之一千万不可能。真的不对耶，不是 啊，我是很衰是不是啊？我没有一个探成功的。我靠，啊，不就好险，这个是那个，往下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那就这个了吧，就是这个了吧。拖到最后一刻要求我，各位，好，没问题。我靠，完了！我靠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真的完了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靠！太扯了吧！完蛋嘞！怎会如此啊？我靠！我这个被框了好几次没有啊，他刚刚锁门锁在一个位置啊，我也没办法。哇，完了！直接先吃一波434。他锁门锁那个位置，我也逃不出去啊，太尴尬了。有机会的话，应该就还不错嘛。没机会，死定了哦，死定了哦。好，然后下走。就是你了。哦，错的，好，发现一个错的，发现一个错也不错，至少不用担心。好，我想一下啊，那这边肯定要往这边走了。好，硬币砸我，往下走，往左走。电网，那就代表这边下面有一个了啊。好，先看一下。我靠，诱骗！哦呦，我们这一次算是很会查两个都查对了，不然我就晚了，应该又要再被弄一波了，各位这个。好险都查对了，各位。很难我的天哪，搞什么东西鬼啊这个。要不是我们两个查对哦，不然我应该也是掰掉各位。Holy God仔，没事情，好不好？好险没事，不然就一样要送下去了，各位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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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游戏宕机啦，完蛋啦！哇塞，刚刚直接玩到宕机好好笑啊！他直接哇哇哇哇，那个好像是游戏宕机，不是我手机的问题，因为我手机这边好像没啥事情啊。没事，重新开始再来一次风云的这个猫咪极锁。今天我们这样的话算是有加分啦，算是有加分。然后莫非这是没有陷阱大臣？有可能对啊，有些人他们故意就是不放陷阱啊，然后就让你找到一个不，我靠，完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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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蜂窝大阵啊，各位。我靠，蜂窝大阵这是金价麻烦不错的，好，没事，然后我们再开一个，反正我觉得他应该都在左半，完了，哇靠，老哥，我的猫要被送完啦，哇靠，这很厉害我说真的，这是十足厉害哇靠，完了。他在一个蜂窝我就死定了，说真的。我觉得真的不可能是这个真的不可能是这个。还有吗？红绿灯，头仔，然后右边是蜂窝，蜂窝，然后罐头，往下，干！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只能拼搏一波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不可能是那个，我再去找一下。但是现在这个直觉给我讲，感觉就是那一个完了，对吧？直觉跟我说，有可能就是那一个。那
到底还有哪边啊？哇，干，真的是那个！哇，孤展展。